当时是接了一个学府一号的单，我在这小区总共待了不到5分钟，差一步我就得出去了。那条路在修路，修路封路了。这个小区有个过道，别的时候都走这条路。那天晚上刚好南门进来，北门出不去了，走那么几分钟就没事了。当时我也是抄近路，然后被困在里面了。我刚放学，刚到南门就不要出去了。我以为过一会儿就能出去了，结果就一直到现在。当时的想法是已经在这里了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做一点吧。所以我们三个组成了一个物业志愿者。志愿者的日常就是帮助这里的业主啊对接一下需求，他们送菜，那个收垃圾，消毒。反正我们三个是6点左右就醒了，然后洗漱准备开始工作。是农业那一块的领导啊，给我们那个每天送饭。社区啊给我们安排了一间房子。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挺郁闷的，但是习惯了以后，和这里的业主啊打成一片以后，也感觉挺不错的，帮他们个小忙，乐在其中吧。我就是希望我们要战胜疫情，要更多的人健健康康的。